谢涛姐，谢谢我们成家班的各位兄弟，更要感谢的是远道而来的郑佩佩老师。我是他的妈妈。哦，啊，是不是？刚好呢，这个严杰他也是佩妈的干儿子，然后我们合作过《琅琊榜》，现在我们在合作《军师联盟》，然后他们看到了我的这个演出，说你挑一首歌，我们给你打一段。欢迎这一家子，谢谢。我没想到我的这个女儿唱得那么好，我希望很快的，我相信她一定赢吧，今天。至少不管怎么样，在我的心里，在她的影迷们心里，她一定是赢的。1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住在新加坡，那时候看到李连杰是惊为天人，然后这首《牧羊曲》是惊为神曲。那今天把佩佩老师带来，也是一大惊喜。所以在这三惊底下，给3票，宋柯老师。给4票，恭喜桃姐在我们的主评审投票环节获得了满票。接下来是我们的10位专业评审，我们先请科尔钦夫老师做简单点评。我觉得以专业的角度来讲，刚才这个表演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演，因为开始的部分尤其音准因为气息的原因有一点点瑕疵，但是我觉得以表演的角度来讲，这个表演是个非常好的表演，它给我们带来音乐的享受，而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侠气毕露，我这是特别难得的。所以两者权衡之间，我还要做自己的选择，但是我想佩佩老师的出现一定有加分的效果。谢谢。刘涛今天呢气息的确有一些小问题，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唱功的夸赞。刘涛老师一路走来，他用他的歌就是诠释了什么叫做跨界。所谓的跨界，跨界就是跨出自己给自己的界，跨出别人给你的界，这就是跨界。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跨界女神。谢谢。谢谢。接下来10位专业评审要做好准备，开始亮分了。你们的每一票2分。先从这边的5位评委老师，请举牌。5票，获得了5票，10分。这边的5位老师做好准备，3、2、1，请亮牌。获得了4票，8分。现在总分是38分。150位观众评委做好准备，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器，观众投票时间，请投票。投票通道关闭。一起来看计票结果。观众投出了141票，所以刘涛的总分是179分。目前刘涛暂列第一，楚岚暂列第二，这也给沈阳很大的压力啊。再一次谢谢佩佩老师，谢谢您。谢谢。
涛姐给我们开过一个歌单，里面好多你的歌。涛姐，你跟薛之谦说过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，在逼和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？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，才是考验。你知道我跟他能够在一起唱歌，我的姐妹团都疯了吗？喜欢他的歌？对，我也喜欢他的人啊。早知道最后我就不设计用头了，用鼻子撞就好了。是因为节目组给的费用我给到了。不是，完全是因为涛姐邀请我来，我就说没问题，然后我就把其他通告推掉，特意来了这一集。其实涛姐特别努力，空隙的时候跑过来练，跑过来练。我们俩，我觉得不下练了50遍有吗？有吗？有那么多？那就减掉一些好不好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陪你练100次。同学们，1、2、3 ，I love you， yeah， 从第一天到现在。我享受到现在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只希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歌都难不倒，你唱歌一直到老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我怎样？涛妹真的是喜欢去挑战各种难度的事情。薛之谦跟你一起唱，他会有一点点担心，会紧张，把自己框起来。我觉得你完全没有。有他我多高兴啊！我能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吗？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事不能，我唱不下去了，我感动自己，不好意思。薛之谦确实唱挺好，但对于像我这样刘涛的脑残粉来说呢，没什么用。我完全忽略薛之谦的存在，我还是觉得刘涛唱得好。对，这没办法的事情。今天真的是这个得谢谢帮帮唱的薛之谦，给他带来这种感觉，我觉得。真的，我觉得涛姐从跟她开始合作到现在，她真的是真心的喜欢音乐，而且她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对待这次比赛，这是我看在眼里的。真的，我们练到昨天半夜，包括我的飞机延误，我改了动车回来，她就一直在等我，自己在不停的练。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认真是最重要的，反正我是从头到尾看在眼里的刘涛老师的认真，所以希望大家也支持她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能来支持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谢谢薛之谦，欢迎常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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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知足，很知足，觉得这个在跨界舞台上实现了我任何想要的梦想。起码现在你已经有一票了，就是巫启贤老师手里这一票。好，其他的各位评委老师支持刘涛的话，就在红色的方块上画一个勾，不支持的话在黄色的方块上画一个勾。韩后查蕊嫩白叶，嫩白就是 baby 白。观众投票时间，投票通道关闭。数一数二的。你下一场还需要我唱吗？不需要了是吧？你能留下吗？我可以留下看，但是我唱不了，咱没彩排对吧？对。皇上，你还是穿这身海那个。海胆。海胆，对，你还是穿这身。不不不。还换一个。我换，因为海。我直接脱给你。
但你都不在了，我肯定要换了。什么叫我不在了？就是我把衣服留给妈，我把海参留给你。你现在想穿海参，最后想穿海葵，您定了。那就是海的女儿一家子了。太棒了。下一位。